又跟着了，来。可是我明天要考的还没看完呢。我给你拿两份价钱。父女情深，陈的绝响，这是2019年艺人龙少华和女儿陈璇首度携手演出为电影，画面还在众多粉丝心中回荡，盼着能有下一回。但陈璇却在14号晚间第一时间听闻父亲奏事噩耗，连夜搭高铁南下要见爸爸。哇嘞，还大了睡一天嘞啊啊，哎哎，哇，好了，我要睡。你继续。海派重情义，其实这是龙少华在演艺圈个人招牌。出道42年，他一直拥有好人缘，也演出过多部经典八点档。30年前，王彩华就和龙少华一起演过戏，现在说还接受不了。哎，我想到就很难过。曾经给我一句很温暖、很感动的一句话，他跟我说。彩华，你一定要拿座奖。还有在新戏饰演龙少华女儿王乐妍，也透过经纪人说她一直在哭，第一次跟龙哥合作却成最后一遍，从同届到后辈个个悲痛难言，很突然，感慨万千。不止横跨戏剧跟电影圈，金钟视帝龙少华走红程度，其实连唱片公司都曾找他发片。他也和大小 S 一起主持过，还记得那一年他主动请辞。如今小 S 哀悼，愿龙哥一路走好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，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小铃铛哦。